请先等一等。哎呀，急死人了，急死人了。哎，你急什么呢？哎呀，赶快了，赶快了。哎，你紧张什么了？哎呀，快一点嘛，快一点嘛。哎，我做的还不够快吗？您何苦给人制造催你的机会呢？本来好好的一件事，被人这么一催，再一慌，心脏的节拍都不对劲了，还能够做出什么好事呢？谁在急忙中有过成功的经验呢？大概多数会得到惨败的教训吧。当然，任何事都是急不得的，除非你已经登峰造极，否则我们真该好好的计划自己的生活，把它做得有秩序一点。急的时候，脑筋是忙不过来思考的，事情做过了也就忘了，根本没有什么感想。但谁都愿意在工作中得到经验，使我们自己一天比一天的强。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语，请等一等。现在脑子里拟好草稿，再去行动，如此大多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等一些时间，对光阴并没有什么损失，因为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铸成一件好事。不过也不应该慢吞吞的，否则你进行到一半，忘了自己现在在做什么，讲什么，只会给人留下一个坏印象的。